红缨实力有的法子还真是简单粗暴又见奇效啊！王爷你也是厉害，连他会安排反军阵前变装都能猜到，这不难猜。两伙穿着一模一样服饰的人混战起来，若不在服饰上做些醒目的变更，很容易误伤。啊， 是我，想将这伙反军一网打尽，得先送赵杰归山，让他们觉得自己有机会赢，才能引替清朝而出。如今号角为令，冷将军嫡系反部包围，以确保没有漏网之鱼。赵杰，宵小狂徒，还不伏法！